会真的在12点前就回到家吗？还是其实你也没有在管？没在管。我们遇到了两个把门禁当作屁的人，对，虚设啊，都是一个虚设。久了他们就累了。对，有时候就是要一直去触碰那个底线，有时候戳一戳那个底线就会往后这样，然后再戳一下那个底线就不见了。是要鼓励大家去勇于尝试自己父母的底线。开始开学的时候还可能就会说，哎，你怎样怎样怎样。我那时候其实有大发飙，我就说你们可以不要再这样管我嘛。我刚刚想说他都不讲话，就他发出一个哦，说你们可以不要再这样管我嘛。欢迎收看《酷比闹大学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芭比，我是馒头。耶、yeah ！等一下，每次开场都是我们第二到明传大学。有，对，但是没有啊，我们直接进主题。嗯，我真的觉得主题可以聊很多。我也觉得。不知道大家到现在啊，还有没有门禁？我先说，我现在比较没有了。没有吗？对，可是我大一大二的时候，我觉得算有一点。你现在还是算住家里？对，我住家里。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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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但是我大一大二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办活动，我参加戏学会，然后有办宿营或者是什么制服趴、圣诞趴那种，然后都要练到很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爸就是有时候就会不让我练这样，因为他就觉得太晚。我觉得很合理，因为虽然我现在算是租外面了嘛，但我以前我说国高中的时候了，我那时候有参加热舞社啊或者什么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因为热舞社就是等到5、6点，对，5、6点放学后，然后要在学校练嘛，那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学生下课就是要回家，不要待在外面。然后你又是女生，对，所以我就变成很多时间没有办法一直去参加那个练习，然后到后面就会觉得哦，自己跟人家有差距。对，而且重点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相处，然后我那时候就不能待在一起，真的不对，所以就有点小那个。但其实到现在呢，我觉得应该算被训练出来的啦，所以我其实也不会习惯说要在外面待很久。现在就虽然是已经住外面，我妈妈还是会在大概9点10点的时候问说你今天都去哪里鬼混，怎么还没到家？哎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爸也会偶尔，可是不会每天。哦，我是每天，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好很多，因为我以前是他会视讯，他会确定，他会确定开视讯，确定我有在家。视讯超狠的，对，他是确定我有在家，就是确定你的背景是你的床，对对，你的桌子椅子，没错没错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朋友是男生，我觉得男生就更，对，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行，我会不开心。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这样，所以就变成是我习惯性的也会。有的时候我无聊，我就会打电话过去说，哦，你看我在家，哦，我在家。因为这是你的习惯了，对啊，自律的小孩啊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所以房间很小，确实。我会这样子，然后如果就这样排好之后，我就是，然后跟有折跟没折是一样的，得是。那就放好了。对，但是然后就是再把它 close， 这已经是近期。因为讲那么小声，麦克风听不到吗？所以大家赶快去看那个芭比突击馒头房间那一集。那一集如果破10万的话，我们小陈会去帮他整理房间。不是你吗？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。哦，你不想来了吗？你明明就在影片里面说啊，你们还要来哦。你们还要来哦。都不要来，都不要来，都不要来，都不要来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去，直接去问问那些同学，好的，看他们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门禁，而且门禁后面有没有藏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。嗯嗯。但是，我们今天想问两位，你们现在是大几？大一。大一嘛，啊，什么系？财经。这跟门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？你们至少不是啊，因为我就说的广电的话不可以有门禁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拍片要拍很晚，夜拍啊什么的。财经的话，基本上工作应该都很准时下班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门禁。应该也都很准时下班。但我还是想问，你们有门禁吗？家里吗？还是宿舍？哦，哎呀，宿舍分两派。宿舍有门禁，11点。那如果真的超过11点的人怎么办？要填那个 Google 表单，还要填 Google 表单。那会有几次的扣打吗？没有，就是如果你没填，然后他如果抽查查到你没填，你就是被扣一点，然后扣3点就是2年级的时候不能住，然后扣到5点就是当场强制你去住宿，就是直接叫你离开这样。现在有门禁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以往有门禁的经验吗？高中有。国中有，所以你只有国中有，高中没有了。对，因为高中太摆烂，所以就是家人有点管到不想管，就没有了，放弃了。对对对，对，原本国中有。哦，啊，你国中几点？是几点？
国中的话10:30以前吧。哦，对于对没有对于一个男生来说10:30我觉得算早了。真的。真的真的。有我大一有。那所以大二没有了。因为我大二住宿。哦、oh. 对，那现在就不一样了。以前大一的时候学校会有练习一些东西，然后他就是因为有门禁所以都要回去，但他现在就住宿就不一样了，他就是开启他的夜生活，就是晚上就是可以开始去夜店嗨啊之类的、啊、然后他有时候他就说夜店要去吗，他就说可以吗，我可以去吗，然后夜唱之类的，他就是开始就是兽性大发。没有、嗯、你以前有没有几点前要到家？18岁以前吧，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妈妈都要我10:00要回家。哦、嗯、那你有没有在10:00以后才回到家的经验？有的有。那个时间跑去哪里？嗯，去玩啊，去跟朋友玩。那你那时候偷偷交男朋友吗？嗯，不会。不会。真的吗？我怕他，我妈妈很严格啊。对，那你高中门禁是到几点？12:00。哎呦，哎、哦欸，那很晚哎。等一下，都没有门禁了吧？对啊，12:00后还是会打电话。可是你会真的在12:00就回到家吗？还是其实你也没有在管？没在管。我们遇到了两个把门禁当作屁的人，对，虚设啊，都是一个虚设。久了他们就累了，对，有时候就是要一直去触碰那个底线，有时候戳一戳那个底线就会往后这样，然后再戳一下那个底线就不见了。是要鼓励大家去勇于尝试自己父母的底线。你的朋友们都认识你爸妈吗？我是非常建议你的朋友们可以把这支影片传给你的爸妈，给叔叔阿姨看一下。尤其是刚刚那一段话，对，就从今天冷静一点，从今天开始给他有门禁。大家都是好朋友啊。你们有听过你们朋友最严的门禁时间是什么吗？就最早最严的话，应该就是他出去一个和朋友吃饭的话、嗯，他的父母也要在他旁边，一起聚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是坐在同一桌还是那一桌的隔壁？隔就是一桌的隔壁。还好可怕，好像被监视哦。对，这是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。那你们自己觉得有门禁跟没门禁啊？你觉得最有感受的差别是什么？会不会就比较不用担心说要1:50的报备、啊、对，或者要一直接电话、啊、这样。其实还有很多事情、啊、因为我现在已经自己出来住，然后就自己离开家里、嗯、对，所以他们管的事情就会更少、哦、对，刚开始开学的时候还可能就会说哎、欸、你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就还是会警惕我怎样怎样，可是 我那时候其实有大发飙，我就说你们可以不要再这样管我嘛、哦、我刚刚想说他都不讲话，就他发出一个哦，说你们可以不要再这样管我嘛，蛮生气的，我就觉得说我已经长那么大了，不用再这样管我了。对，然后我已经出来家里面了。那你们有因为偷偷谈恋爱，然后去违反门禁这件事情过没有？哦，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现在有交男朋友吗？都没有，太快了。等一下，该不会是？不是，不是。高中12:00嘛，那高中可以做什么事情混到12:00也都不回家？对啊，你夜自习顶多到9:30吧。跟同学去酒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吃麦当劳？对啊，麦当劳。吃麦当劳可以不用吃到12:00。对。要聊天啊。你们可以一下课就去吃麦当劳，吃6小时，然后吃到12:00。对。聊聊天，我不信，一定有偷偷交女朋友，然后就是约会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骗人。有。他跟女朋友在麦当劳吃6小时约会啊？对，那个家庭分享餐，从6:00下课就去麦当劳坐着，然后家庭分享餐，对。下课可以去晃晃、啊 oh. 慢慢走到麦当劳。好，只跟你走半个小时。好，6:00走到6:30，然后先坐半小时。Okay. 然后才去点餐。对，再去点餐。7:00点餐， okay. 然后等了10分钟的餐。哎、欸，没有了，五分钟。弄一弄，差不多8:00开始吃。你刚那个小时去哪里？弄什么？等一下。我问你们一个，你们爸爸妈妈会要你们跟就是你朋友出去玩的朋友的电话吗？我爸爸会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会。你们不会？不会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时候我还很爱看《终极三国》，我不知道你们马来西亚知道吗？有。我那时候超爱看《终极三国》，然后有一次只是因为我要跟朋友出去，我忘记留那个了，我回去就
一直写悔过书，说我再也不看终极三国了。被写悔过，因为我没有给同学的电话，我下次出门一定会给。我还要这样写悔过书。哇塞，爸爸妈妈你们太严格了，我真的、欸、我真的很乖，我是门禁啊，门禁。打破它，但我觉得有门禁没门禁各有好坏啦。对，但刚刚就像同学们有提到，有门禁的话，可能生活比较规律一点，就早睡早起啊，然后还会人也不用让家人担心。对啦，但因为我自己的话，就算没有门禁，我也活得像是有个门禁的人一样啊。我是有门禁，我也就是搞得好像没有门禁。我真的觉得我妈妈如果有看到她，真的要看一下这只哎哎，真的这一只芭比妈妈可以看。我真的觉得，因为像我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晚回家，然后她不是就会问嘛。那我甚至我也会很诚实，假如我真的那天晚上有要干嘛，我也会跟她讲。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也很辛苦，因为我之前也有拍广告，拍跨夜的。就是从凌晨拍，对，凌晨拍啊，这种有的没。然后我妈妈就是那种会睡睡醒醒，然后一直关心我说你到底都确认到底现在到底到哪里了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不要让家人担心，真的会担心，对，就减少一点这种三更半夜在外面，尤其我们有女生嘛，对，女生。那现在男生女生都一样啊，都要注意安全。对。对，安全为主好吗？对，但是平均下来门禁好像差不多，国高中差不多九点十点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然后大学开始慢慢延后，或者是一直触碰底线，然后门禁那个就拜。触碰底线感觉是不良示范，不良示范。对，但我觉得就是尊重每个人选择跟决定。对，但我们不推崇哦。对，应该说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去触碰底线，或者真的想要自己有自己的规划，对，那你们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是没问题的。而且我觉得可以讨论，就是提出讨论，然后也不要说谎，就你真的去哪就说去哪，对，因为免得家长比较不会担心。真的，如果不小心发生事情的话，真的后果很难收拾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希望大家看这支影片有任何的新的感想，或者是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以前的门禁时间，对，那还有你们没有门禁，或者是你们有门禁但你们没到家，你们都在做什么事情？啊哈 ，OK，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没错，好的，那也要喜欢馒头，喜欢芭比。Hi, 我们的 IG、TikTok 这边、YouTube 还有闹大会人质，全部都要订阅加起来，对，开启小铃铛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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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门禁，拜拜，拜拜。